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祝你亲爱弟兄姐妹们，大家复活节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做非常特别的事情，为整个教会，这是一个天主所特选的日子，耶稣复活的日子，证明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了保证，为我们圣堂也是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为我们服务的神父，那今天有交接，我们这个复活节的弥撒，我们就为这个意象来祈祷，求天主因着这我们的人事的改变，那为我们服务的神父都是忠心于天主，忠心于教会，那我们跟神父一起配合，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广扬。堂区司铎交接你。主耶稣基督最靠牧者，使你召叫了我米伯铎，并派遣我分担你的牧职。我今世袭在主教的领导下，金钟执手，头上照顾你都给我的羊群。我把这本圣经托付给你，请你忠实的默想并沉思天主的圣言。阿们。并且引导众人听从福音的教导，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我把圣堂的钥匙托付给你，请你为本地的居民打开救赎之门，并且奉献救恩的圣祭，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我把堂区的圣事记录册交给你，请你妥善地照顾托付给你的羊群，并寻找尚未归属基督的羊群，使成为一牧一战，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主教颁发任命状。我真的很享受能够在这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堂区，在这一个团体服务这里的环境这里的团体这里的人都让我惊艳到那一份平安，那一份自由如果你有机会住在这里，你早上你会听到鸟叫声，白天会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当然晚上会有一些车子的声音，然后对我们对面是酒吧，会有其他的声音。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个巷弄之间的天堂巷弄之间的天堂，它虽然有吵杂，可是它很安静，所以这样子的环境让我惊艳到那份自由跟平安，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住下，然后在这边服务，在这边生活。那这是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喜乐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喜乐的事情是，
我们在这一个堂区，我们可以一起为一个目标来努力，我们可以一起为同一个目标来付出，那我相信大家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学着怎么样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学着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甚至公开的向别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信仰，甚至是我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跟挑战。神父不能离开教友，神父属于天主的，神父也同时属于他所服务的堂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参与你们的生活，参与你们的家庭，参与你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为我来说，那是第三个我在这边所经验到的喜乐，跟大家分享，我们彼此共勉，我们在天主的道路上一起的向前迈进。愿天主降福每位。科警的总主教，还有罗神父、李神父，耶稣基督心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我没有什么很多话可以讲啊。我先要感谢天主。虽然我是不是本地人，可是天主派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当你们的本堂，要领导你们。所以今天是我要感谢天主，是给了我那么大的一个恩典恩宠啊！所以我今天祈求你们，你们什么样？跟那个罗神父合作一样的，一样的那个热心啊，来跟我合作啊！如果我哪里做了，请提醒我啊！那在哪里要加强一点，就是做事方面，请你们提醒我啊，就是你们求你们接收我啊，就是意思是在你们当中的一位，我不要就是说要赞美我，要就是干涉我，不要你简单的接收我，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位，就是可以修兄弟修的一个兄弟也可以啊，就是我的就是要求了，就是请大家又为我祈祷啊，我们一起往前走啊，谢谢大家，谢谢。那米伯多，那同学们都笑他，哈哈哈哈，怎么姓米呢？米是拿来吃的那个米啊，这样子呢？因为同学们他们也不知道嘛，就跟他讲，回来他跟我哭啊，不要了，我不要这个姓了、啊。他就说，他同学们都笑我了。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呦，你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米很特别的，中国字那个米是很特别的啦。我跟你讲，你就会喜欢，因为有好多有一些外国的传教士，他们制定他们要取这个米哈、哦。这米是什么意思呢？米就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放光芒啊。所以后来他又回到福大去的时候，他就很有自信跟他们讲，我姓米，米就是十字架放光芒，我到台湾来，我是要协助我们要一起来传教，让这个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放光芒啊，哇，大家对他拍手了哈。站。